我记得当年爸说过，要去勘测一片水域。哎呦，你现在想起来了？别这样行吗？别说了，你就是没劲。我好歹也是你哥呀。山下落一奔波忙，天上路人何曾计较，这计较藏好，藏好我来人间走。我们现在在这儿走120公里走到塔峰湖，等我回来。